还有没有？没有了。好，那想问说，就是最近好像有很多酸民，就是还是会在你的贴文底下，就是批评你啊，说什么就是整形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有这样，你如何去应对这样的酸民的？到这个年纪了，不动用一点点这个小医美的话也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女生都爱漂亮嘛，然后这也是我的工作一部分吧，但是我觉得我妈给我的底子还不错，所以虽然有一点点，但是呢脸没有僵就是我觉得我们家是比较抗老的 DNA 吧，然后我自己也很保养，然后其实在家里秦先生也把我照顾得很好，我也没什么需要操劳的，所以就可能岁月比较没有写在脸上。我跟那个某抖是有长期流量合作的，然后他只要有排行榜前十的这种叫做什么，就视觉效果我们都会用，那大家可以发现我以前也常常用，我那天就是想要展现一下我久违的演技，因为我听了那个歌词，我觉得发笑脸好像不太适合，然后我还蛮喜欢那首歌的，纯粹就是流量置换，没想到就出了，大家真的想象力很丰富。自己有很意外吗？还蛮意外的，因为我那时候在纽约嘛，然后一觉睡起来，因为日夜颠倒嘛，还蛮好玩的。我比较现在笑看人生了。对这些事情都看得蛮淡的。自己的生活自己最知道。那老公有说什么吗？他我老公金牛座的，他就是。把爱都默默放在心里，然后他对我一直都这八年来其实都蛮包容的，因为我比较上窜下跳的，有时候做事情也比较就是比较随心所欲吧。不过我觉得我们这八年，然后有了米粒现在也小学了，就我们两个其实有自己的默契，就是他允许我做我自己，然后我也允许他做他自己，这样。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两个有足够的默契，就是我们是很好的战友，我觉得。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要拖着我，他也会跑我这把爱情的我。你给我小一点，自然我心窝，我给你小花朵。脸皮够厚的，你这我好害羞啊。因为你知道我平常比较私底下很低调，你给我闭嘴啊！我们就是去买菜，好，走了。为什么让我唱完？阿林哥，你到底几岁啊？我今年六十。真的假的？真的。那你六十大寿过了吗？还没。要办大吗？我在考虑。你六十了。嘘，讲小声一点，求个心安。你会不会现在开演唱会到半途就那个我体力还是唱不下去就唱不下去，一定要暴毙吗？你说开演唱会猝死？所以你有定期做健康检查？有。所以你是很健康吗？我很健康。那你会担心脸垮或什么吗？这都垮都已经垮了，还担心什么？我记得明明有一次在那个录音间，你就说什么老外的那些 rocker， 然后老了之后还是很帅。对。你说为什么那个华人的？没有，不是。我的讲法是哦，你宁愿老的自然，也不要美的奇怪。而且我有个理论哦，就是很漂亮的人哦，当你去整形的时候，结果多半不好，因为很漂亮的人，她就是这个比例啊，对，尺寸都是对的。当你要去动她的时候，你不会动得比你原本的好。所以你这辈子没打过肉毒杆菌？我不打，我觉得肉毒杆菌，因为我看过很多那个脸酱，哎呀，对脸，你干嘛都要把名字说出来啊？你实在是很奇怪。你觉得我看起来像没有整形？应该有一点点。有吗？嗯。怎么可能？我很自然呢。你觉得有没有？我只有很偶尔。没有，说真的啦，你的状况就是看起来蛮好的，
那这种看起来好呢，就会让人觉得嗯，应该有一点什么，就是微整形，什么电波啊。电波也不行吗？电波可以啊。你老婆一定有打了啊。我有打啊。你有打电波、啊？你是全身麻醉吗？睡着啊？对，没有。那很痛哎。很痛啊。你会不会在不太敢摇头摇太大力？为什么？对，这边的肉会飞。